人生或许没有那么多如果，不过八度空间可以带你发现各种如果的可能性。如果能够重生回到20年前，你是否就能胜券在握呢？既然上天给了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如果给妈妈们一个发光的机会，他们会展现什么才艺呢？爸爸在旁边在哭啊，我真是很忐忑。如果你的双生妹妹离奇死亡，你会如何寻找真相呢？我想妈妈，你可别交给对阿姐。这个10月，如果不看八度空间，你又怎么能体会百味人生呢？